我们呢也就是做了一些准备，说备点刀叉，但是后来过来之后发现都是使用的筷子，并且还使用的挺好的，所以说我们准备刀叉也都没有用得上。他昨天在现场，就是部长比较爱吃比如说担担面，还有麻婆豆腐，还有我们的粥水饺，包括这个水煮牛肉，就是点的那几个都还吃的挺好的。当时记忆比较那个深刻的就是担担面，我们就是端上来，他们是每人一小份，然后就很快的就把它吃完了，并且吃完之后还表示很美味。他们来了就是直接坐我们的一楼大厅，就是想坐在大厅感受我们这个餐厅的这种热闹的氛围。然后他因为之前银行也知道我们这里就是比较火爆，然后比较受欢迎，就特意想感受一下这种氛围。从他离开的时候就是还跟这个周围的食客打了一下招呼，很开心大家都。